那我就说两句哈。我呢非常荣幸，来到这个唐诗艺术中心，参加唐诗艺术中心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今天呢，我看了这么多的朋友，好像又很熟悉，又好像也不算太怎么陌生哈。因为呢，唐诗艺术中心的那个王团长呢哈，邀请我呢参加我们这边的演出呢是很多次了。虽然我演出演完了以后呢，转身就走了，跟大家沟通的很少。所以呢，我想，今天呢再一次给我机会呢来到这里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呢我非常的开心，也很荣幸。那么我想说两句呢，我呢是纽约 FLT 舞蹈艺术学院的编导，同时呢我在中国呢也拍过很多的影视剧。其实呢我主要还是影视为主，舞蹈呢为辅。那么来到这儿以后呢，其实我跟王团长、邵先生这么多的老师早就认识了。那么我觉得我刚刚到了美国，其实没超过一个月，我就已经参加你们的很多回的演出了，所以呢很熟悉，包括我们的现场的宣传工作者，其实也不陌生。所以呢，刚才呢那个王团长还有邵先生啊，还有这么多的老艺术家老师们哈，还给我颁了一个什么那个什么顾问奖，非常感谢，也谢谢你们。同时呢，我也想说。昨天呢，头一两天呢，我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是你们刚刚给这个秦先生颁的这个奖品啊。那秦先生呢给我打来电话，他是中国著名的那个电影导演。那么我们呢既是电影学院的不能说是师生关系，但是我们是老朋友，在中国呢是合作过无数的电影和电视剧。那么我呢也拍电影呢拍了十几部了，同时呢秦导呢弄的这个电视剧叫什么战火飞虎队，当时制片人是我。那么同时我们一起在无论是在加拿大呀还是在中国包括在美国，我们弄了很多的片子，所以呢是老朋友。那他听到这个王团长呢说这个新闻发布会要开要马上就开了，他呢也很着急，说这样吧，他既然来不了回不了美国，能够在中国给予问候和支持，那让我把这个话转达给大家，所以呢我把他的话带给我们每一位朋友们。同时他还说，我们头一段时间呢在美国拍了一个小电影，虽然没有完全的完成，他说让我转达给王团长还有邵先生呢，等他回来以后我们继续合作把这个电影完成。最后我衷心的祝愿我们唐诗艺术中心圆满成功，希望你能够这个我们能够 FLT 舞蹈艺术学院呢和唐诗艺术中心呢就是能够合作出更多的好的节目来，希望你们给予支持和帮助，谢谢。